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刺客聂隐娘》开创了侯氏风格的武侠片，国际级舞蹈家许芳宜在片中饰演舒淇的师父，也引起很热烈的讨论。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许芳宜来谈谈这个很难得的拍片经验，《刺客聂隐娘》。芳宜你好，慧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你跟侯导是怎么样开始合作的？跟侯导开始合作。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会，我自己有点不好意思，说实话我之前没看过侯导的电影。可是侯导有看过你的舞蹈吗？没有，他也没看过。对对对，所以我们彼此基本上就是我们是陌生的。对，当然很幸运的，然后接到侯导的电话，然后说可不可以见一见面这样子。所以当时心里没多想，就想说好啊，见个面。我见到侯导第一个印象和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帅哦。大家说你疯了吗？你说他很帅？我说他真的很帅，他就是有一种对啊，就是很棒，然后很朴实的味道。对，只是第一次侯导邀请我参加这个制作的时候，其实刚好跟我自己演出的制作相撞在一起，所以我第一次就跟他说，导演真的是不好意思，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但是我真的必须要拒绝掉这个邀请。对，然后我们就饭吃完之后，然后就说好，那就是祝福哦，一切都很顺利。你知道他是侯孝贤吗？对不对？对，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去，他就说你知道刚刚跟你说话的人是侯孝贤吗？我说我知道。你跟侯孝贤 say no 这样？对对对，我跟他 say no， 我说可是每个人不就要非常知道你的根本，然后你最会做的事情和你眼前最该专注的事情嘛。如果我就如果有任何的，你知道，有任何随意一件事情来就让你分散了你的注意力，那我想我应该也不是他要找的人，所以没有关系。真的，我当时的确说导演没关系，随缘，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这样子。可是果真三个月后，我把台湾的演出、中国的演出和国外的一些演出演完了之后，很巧的是，我就应该不是很巧，就是我又再次接到侯孝贤导演的电话，然后这次我们见了面就非常轻松、非常简单。侯导就说：“来气头了，来胜了。”我就想说他都那么豪气，然后就说：“那就麻烦你了。”对，我就说麻烦，请呀多多指导这样子。哇，果然侯导好帅哦，真的很帅。其实他是来气头啦，就掉到许芳宜。对对对对，可是我其实参与了整个过程，我其实真心打心底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侯导这么的，我应该说是侯导很有眼光吗？还是说其实我运气太好了？就是他真的让我有机会走进片场，然后看到不一样的表演艺术，然后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创造了另外一种对艺术的眼光，对表演的启发，然后对于自己人生舞台的另外一扇窗吧。我说另外一扇窗，并不是说我要走进演艺世界，而是说你看待表演艺术这件事情不会窄化，相反的会让你看到，哇天啊，就是电影的表演艺术是就是这么的细致，然后这么的精致，其实非常吓人。对，所有的表演不见得只是在国家剧院，对，在剧场里面表演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形式。没错，对，然后再加上你看到跟侯导一起工作所有的制作同仁，幕前幕后，每一个人，很妙，你就觉得那将军在那里的时候，所有人的专注力极度的专心，然后你看到有这么多人这么专注，然后在做自己热爱的一份工作，创造自己热爱的艺术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哪怕这部片你觉得好像在拍一个人没有同类，对，可是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也许所有人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然后所有人都独一无二，对，但是你却不感觉孤单啊。对，因为大家都好专心哦，你看到那份热情，对，不管从摄影到美术，然后服装、书画、
太多了，包括到制片，就是你单纯就是一个便当、一张车票、一趟旅行到哪里，很不可思议。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细致，然后也要有极大的热情，才能够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艺术吧。嗯，所有的努力跟琐碎的工作堆积起来，大家都是要完成这个电影这件事。我还蛮好奇侯导怎么指导啊方怡去诠释这个道姑跟嘉诚公主的角色呢？其实这两个角色是双胞胎，有同一个人演。我第一次进片场，就比如说像进摄影棚一样，然后你人就已经被打理好了，衣服也穿好了，然后我有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说导演，今晚要创啥？你讲，你想要创啥？他就说，我问他，我要做什么？他问我说。你想要做什么？其实我被导演说你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其实马上打回到，就打到我自己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很习惯去跟编舞者，对，或是导演说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可是其实剧本已经都在我们手上了，那事实上，其实演员、表演者。就舞者你站上舞台的时候，其实那是你的台，你是有所谓创造角色的空间，然后也希望你能够有创造角色的能力，因为当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时候，某种程度你只是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好，但也不过是另外一位模范生罢了。但是当你有机会开始去思考，那嘉诚跟嘉信有什么不同？那我是谁？我许芳宜跟嘉诚、嘉信有什么连结？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不管从自己跳舞，或是编舞，或是到电影，都是一个过程。对。然后这些过程好像是你成长，然后你生命的一个过程。这些过程在做什么？好像每个过程都在阅读自己。然后你从每个角色，舞台上也会有角色，你做创作者也会有角色，你今天当演员更明确，很清楚明白他的故事内容情节角色已经在那边了，但是你如何今天演员站进去这个角色里面，你如何让这个角色给活起来。所以我在电影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自己很菜鸟，可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吧，因为很菜鸟，所以没有限制，也没有包袱，所以我拿我在自己做表演的很多经验，放到这上面来，所以，感觉很有趣。音乐一下的时候，哇，那主题曲一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眼前的就一块隐形大幕，就这样，然后就升起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个大幕升起。一直到那一秒，我的心脏才开始缓下来。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当幕一起，我的感觉就是，各位请让开，不好意思，是我的差。其实原本的剧本里面有一段是嘉诚公主跟嘉信公主的一段争执。对，就是嘉诚公主跟道姑之间。对，但是最后在电影院没看见，这在哪？我很期待。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方怡来跟我们说一下这段戏在演什么，好不好？我心里想说，会不会是我不好演？也许是因为演得不够好，这是也许我是最大原因，我也不知道。方怡，你太客气。嘉诚跟嘉信其实，当时在争执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姐妹对于和平不一样的信念吧。对，那因为道姑她认为杀一毒妇可救千百人，则杀之。他的信念就是，我今天杀一人，我可以救千百个人，为什么不杀呢？我不过牺牲一个人。但是嘉诚的想法是，今天如果只要牺牲我，就可以和平，然后成大局的话，那为何不？我觉得两个姐妹都其实心是一致的，就真的是孪生姐妹，是她们所要，只是她们想。要寻找和平的方式不一样，那两个姐妹有那么的相像，就是非常的坚毅，然后非常的有韧性，对所以
你说他们不一样，其实他们根本简直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一模一样。有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的脑袋里面的两种念头。嗯嗯，我觉得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你觉得你比较像嘉诚还是比较像嘉信？是，我觉得都有。嗯，或许每个人都有，因为嘉诚嘉信就像你身上的两个小天使。对，两个小天使就是每个人脑袋偶尔自己会跟自己打架。对，没错没错，你会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人说出另外一番道理，他也没有错。但是可是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你在透过思考，然后再透过自己跟自己辩论的时候，你认识跟自己更多。嗯，但是在正片上面，我们有的确看见一个场景，就是最后那一幕其实非常令人心碎，就是聂隐娘跟她的师父之间的一段对手戏。嗯，对，你要去诠释那个时候，这个道姑心中的心情应该是颇复杂。她真的好孤单，好孤单哦。因为如果这小孩是他从小一手带大，然后他曾有的孤单里面，这小孩是他唯一的同伴，对，是他认为唯一的同类。是，可是就在那当下，他知道徒弟没有，他没有办法舍弃对于仁、仁义、慈悲，那对于一个刺客，对于杀手来讲，当然肯定是很大的机会。对，我们在这个片子一开始就看到道姑叫他去杀了这个人，结果他看到他要杀的对象怀中有个小孩，不忍心没有杀回来再禀告师父，师父告诫他不可以这样。对，是，对，所以那个他会说，就他的剑术已成，唯不能斩绝人伦之情，就是他的信念。对，就是道姑的信念。那我觉得最后那一集，我自己在看片和我自己阅读了剧本的时候，和在拍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一集道姑根本就像娘一样，这一出手心里肯定很挣扎，不知道他是要杀了聂隐娘还是就是他。就是他今天要出手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啊，这是我自己的解说。就是我认为，道姑可能知道，在这世上唯一可以结束他生命的人，就只有聂隐娘了，因为这是他教出来的徒弟，他希望他青出于蓝更胜于蓝，那已经到达了那个程度，他剑术已成，他已经说了，对，他离开了那。师父没有同类，是不是要继续留在世界上？不知道，也许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如果要结束在任何人手上，我希望是在我的徒弟手上。那另外一件事情，也有可能，我猜的，就是也有可能，师父还是不放弃要教他最后的一课，就是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你救谁？你救自己还是要救别人？所以，即便威胁你师父、你的生命的是你的师父，对，给他这么难的选择，对，可是他最后还是只划破了师父的衣裳而已耶。对，就是反而我觉得，可能聂隐娘又给师父上了一课，就是这就是我的决心，这就是我的选择。对对，因为这部片子，方怡走了人生第一次。的坎城，对，红毯哈，对，是一个张照片超美的，很有趣，很有趣的经验。对，我当时要去影展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说，导演我很紧张哎，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去参加影展。他说，啊，你有什么好怕的？你许芳宜嘞，什么场面没看过？真的啊，我刚刚就跟许芳宜说。你是徐芳宜，所以对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人很奇妙，就是当你找不到属于自己舞台的时候，心会很虚。那我记得就要在坎城就要，我们要就要走红毯的时候，那所有的车都到了，我们就全部在那边等。结果那天天气很冷，天气很冷，我们都穿个那种露须。方怡的是露到这儿，对对对对，是我只是想让大家看看平胸不一样的美好，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那天天气很冷，但是我想应该不至于冷到那么冷，我整个人是用抖的，就是我站着是一直发抖，一直发抖这样子。
我就想说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抖得这么用力？那我觉得我心脏跳得很快，事实上我发现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抖得很用力。然后旁边有导演，我说导演我们什么时候要走啊，我们到底要不要走？他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嗯，待会你听到，我说那什么时候？他说你听到牛叫的时候。我说什么叫牛叫？原来就是那个原声音乐带里面有个音乐，它一开始是牛的那个，应该不说，对，我觉得它是某个乐器，我们不知道。他说牛叫的时候，我就说哦好，牛叫的时候。对，结果我说好，然后我就站着继续抖哦。我开玩笑，我其实你看身上还带珠宝什么的，都是借来，都不是我的。抖抖抖，就忽然听到那个音乐，所谓牛叫的声音，然后我想说，大家就好好拍好拍好拍好站好，前面都有人在指导，要拍好拍好站好。音乐一起，对，所有人排好要开始往前走。那音乐一下的时候，哇，那主题曲一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眼前的就一块隐形大幕，就这样。然后就升起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个大幕升起，一直到那一秒，我的心脏才开始缓下来。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当幕一起，我的感觉就是，各位请让开，不好意思，是我的场。然后就走出去，那天就觉得非常光荣，非常骄傲，非常有感觉，回到舞台上的自在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讲给导演听，然后说。啊，你这都是台顶的啦，就是舞台型的，属于舞台上，就是对。因为当你找不到一个自己为什么存在那里，你找不到，你就想我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你没有认定，我不认，心里还是在有一种我是演员吗？就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舞者，然后我的表演艺术好像不是这样子的舞台。对。可是，一直到那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眼前一个大幕这样，一上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挺起来，肩膀就放下啊，然后完全不抖了，完全不抖了，走到哪里往前往右转往左转，就根本就是像我家一样，而且都有那种请让开，请让开，这现在是我的场。我自己老了很多 OS。我在想说，其实许芳颖应该是最了解如何走在红毯上的那个姿态，因为舞者就走出来就是有那种，哦，好，你舞者，对，对，美就是这样。不管站在舞台上，或者在拍片的现场，对，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就不知道我存在那里是为了什么。对，我觉得现在。在舞台上这么多年，然后，年纪渐渐大，在你生活当中到这个阶段，现在的舞台，你可能还是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对对，就像你当初勇敢拒绝侯导一样，对你很知道自己的那个优先顺序在哪里，是你要 focus 专注点在哪个地方，就是不要忘掉你的。你的本质还有你的初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非常非常有趣的经验。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么多年来已经把自己训练到，你非得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站在这个舞台的时候，人就是虚的，就是空的。是，但是一旦当你知道说，这就是我的台了，你会非常自然，而且。就是，这就是理所当然。对，这就是许芳怡，大家不要遮住她好吗？因为真的太重，我撑不了。然后颈子因为曾经受伤过，没有办法负重那么重。对，那完全一旦戴上的那个头套的时候，就是都不能休息。拍的时候可能会撑不住。对，导演就说没关系。古时候既然有家里有那么多的侍女的话，一定是有用的，就来扶头吧，就吧。要说稍微跟舞蹈差异很大的，应该就是她的造型每次都要弄很久，这件事情是挺不容易的事情。除了大概要上妆多久呢？妆还好，妆还好，是头发，对。对，你在片中那个头发好大。对，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梳妆老师们，就是老师他们在梳头的时候，那
发丝是这么一根一根磨的，然后你看到那些古典的视频也非常非常的惊讶，那个真的是技术。所以有一张剧照是后面有一个悲女帮你扶着头发吗？是这样吗？是，她真的就是捧着我的头，她真的捧着我的头，然后因为真的太重，我撑不了。然后颈子因为曾经受伤过，没有办法负重那么重。对，那完全一旦戴上的那个头套的时候，就是都不能休息，所以要一直撑着，然后人一直这么玩着。后来说真的不行了，到拍的时候可能会撑不住。对，导演就说没关系，古时候既然有家里有那么多的侍女的话，一定是有用的，就来扶头吧，就把我们身边的很多小侍女，然后就轮流扶着我的头，所以才可以让我这么，你知道，好像很雍容华贵的的坐在那边。嗯，方怡老师，你接下来的新作品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看到呢？在台湾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点。其实今年做了好几个，应该不算大作，就是小品，然后也都有发表，但是都在国外发表。然后跟人的感情还有温度相关的作品，然后也很我运气很好，我身边好多好多都是美国芭蕾舞团的首席，然后各大舞团的首席，然后让我有机会，就他们还跟我说可以教我跳舞吗？我就想说啊，我。你们不是都会跳舞吗？方怡老师，你是玛莎·格兰姆的首席，你没有没有，因为他们都是芭蕾舞者，是，对，那其实每就是大家的专业专精是不一样的，是。那你对于这些美丽的天鹅们，然后这么虚心的来跟你请教，然后请你教他们跳舞的时候，其实我的确一开始我有点惊讶，那我说你不是已经会跳舞了？他们说我想要跟你一样。那好像说真是太让人感动了，但是偶尔说说也就算了嘛，大家客气客气。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真心的，就会付出行动。所以不管他在波士顿或在任何地方，他们就会飞到纽约来找我。对，所以这是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比较多会做作品在这些舞者身上。那有机会，我还是边走一直不断的在寻找。很优秀的，很棒的舞伴，男生女生都是。可是我年纪渐大了，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做创作也是很开心。但是，就像刚刚说的，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电影让我看到，人生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潜能是。我们都没看见，然后也还没被开发的。那我也很期待再看到自己可以创造什么不一样的舞台，然后还可以看到自己有什么样自己还没发现也看不见的不一样。哇，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期待，就不只是舞台上的许芳怡，电影里面的许芳怡，也许还有下一次另外一种表演的方式的可能，也许对。今天谢谢方怡老师，谢谢，谢谢。